我两点就爬起来，哦，款款的两点半，啊，叫阮孙啊载我去槟榔车头坐车，坐3:05的尾班车，来到台中转运，哦，啊，等来台中不转南卡，来到遮7:13，哦，啊是7:30左右，安尼。啊，若寒天，我拄则拢用行的，对南崁啊，行入来到咱的办公厅，45分钟。哦，迄是运动啦，吼、哦，毋是条人安尼行。啊，若真热人是袂使，哦，行到遮拢规身躯汗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这個、第二次吼、哦，世界大战，啊，为毋捌看过零式战斗机，啊，零式战斗机的由来。哦，这是日本靖国神社的幽旧馆，你大门入面就有看到吼，伊、哦、这是一个纪念。啊，伊这个由来是安怎命名呢？哦，就是因为伊要纪念黄济2600年，就是2600年吼，交和15年，所以讲伊来命名零式战斗机。哦，啊，这个是。2014年，哈、哦，这个伫天皇，这个应该是伫诶大正诶这个陵寝，哈、哦，咱遐来祭拜，啊，咱每一年拢有，啊，这是罗阿弥，哈、哦，罗阿弥，足寒，伫日本迄个12月份足寒，话北海道已经拢落雪啊，哈，啊，这是希诺奇。这层就是德川家康的厝，遮迄个，这层400年，哦，400年的香气，哈、哦。啊，咱这个，遮的香气拢是原木，这是伫阿里山底下用船运过伫日本的，唔是用柴哦，是来一车落来。啊！因要找，因要挂头拢扣起来，哦，因有一个官道留咧，哦，迄是水土保持。啊，因把这个鱼脑器甲温水伫这个海港口了，啊，甲用铁钩啊垫咧，啊用铁链啊来垫咧，啊用拖啊拖过日本，因为伊这个茶内底，哦，有碱啊，会皱。但是伊即马经过海水洗过了，就拢袂皱啊。即每年这个靖国神社150年的纪念，即鱼拢起拢100几年，拢要是原木啊，真香吼。这是靖国神社的大门，咱每一年吼拢总有去啊翕相，即、这个我。因为我伫遮看近近雾雾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有白放大，看较无清楚，吼、哦。咱伫时光走廊，咱有看到这张相片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金像的天皇，吼、哦，叫做明仁，啊，这个就是德仁，这个就是文仁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这个文仁的太太。啊，这是皇后，因为礼节一年天皇出来见人民2届，就是伊生日1届，啊，甲正月初二1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大多数，吼、哦，咱是咱拢伫个头前30公尺，这是防弹玻璃。啊，天皇唯一就是伫皇族内底。唯一伊个手会当举上头壳顶尔，吼、哦，其他皇后啦，吼、哦，还是皇太子，吼、哦，因拢举伫这个耳仔个，吼、哦，这是因个礼俗啦，吼、哦，礼俗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靖国神社个后殿，咱拄仔看是正殿，啊，伊毋是会当讲对正殿会当入，毋是，吼、哦。伊爱经过这个集会室，
就是讲这个议会吼会议室了后，才有一个树啊，吼，才青青才有一个树啊，就是内底有一个门，伫遐个门口伫壁到我遮，吼，啊开开，啊咱啊对遐行落，啊伊迄涂骹带一个木字形，就是行入到内底，啊迄足寒，恁若要去爱穿两双袜啊，啊无在袜啊穿较厚迄种。我头前的鱼哦，拄好零度，啊，拄落雨，哦，寒到呢，啊，佫也袂当穿外套，只是讲内底，吼、哦，穿较少尔。哦，迄年寒到哦，出来水分哦，拢安尼会像个薄土豆，直接毋免讲嫌寒着。啊，伊就是安那，要落雪，啊，有进前会落雨，迄足寒，啊，佮。在落雪当中拢袂寒，啊，到迄个雪咧融的时阵，当佫会寒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阮二十五号回来，当开始落雪，啊，无要看到雪，吼、哦。但是有，等下会看到规个拢白蒙蒙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七十年中战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纪念，吼、哦。今天这个你敢知啥物人？哦，总理啦，总理拢做爱对话。哦，啊，这是2009年哦，12月15日，这是日本天皇甲习近平见面。伊阵要做总理的时阵吼，伊特别有关单位的安排。哦，甲天皇见面，但是见面的当中，伊只有讲24分钟，重点是讲到啥？伊讲到讲透过这个翻译嘛，吼、哦，伊甲这个天皇讲，阮进中国经济起飞啊非常好，吼、哦，啊，请天皇，哦，你开一个价，到底台湾你会当偌济的美元？叫伊开一个价嘛，但是天皇见啊，这个伊嘛透过这个翻译，哦，讲你甲这个总理讲，中国总理讲，讲天皇吼、哦、到即阵，皇子125代，将来无得卖物件，吼、哦，透过这个翻译，甲这个习近平讲，结果呢？啊，人无买卖，所以24分钟的谈论当中，鼻仔拢会来走，吼、哦。好，咱来休困十分钟了后，咱第二节课，咱再来讲一个法律，吼、哦。好。
好来，安尼咱继续吼，那个第二节课哈，第二节课吼，咱来继续哈。啊，这个下面叫做法律的台湾，吼，咱来做一个研究，政治台湾啊，三个叫做政治，吼，法律的台湾是硬邦邦的，法律即就是即，软就是软，是无法度哪改变，吼。啊，政治呢就无同哦，吼、哦。什么叫做政治？政治有分这两种，一种就是名词，第二种就是形容词。如果咱今日伫遮初级班上的一挂遮个教材，吼、哦、啊非常好，就是讲等于，吼、哦、要甲咱个亲戚朋友来分享，有都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包括伫庙口啦，吼、哦，咱一寡讨论一寡代志，爱是伫老人会内底，吼、哦，咱若是有拄只咧甲伊宣传诶时阵，吼、哦，讲遮理念互伊听，有诶人是讲，哎，歹势，无人咧，我无咧插政治诶，吼、哦，啊，上座嘛相共，我拢爱做工课，爱有做到哪只，啊，若即种人吼，咱甲伊归类，叫做资源回收人。哦，讲一个较歹听，就是食饱等死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了解政治，咱毋是今日叫你去参与政治。你今若无去了解政治的话来讲，就是像即个即马目前 ROC， 伊即马用政治来了解的，安尼咱就害啊，变成一定足艰苦。我叫你纳税金，你就爱纳；我叫你创啥，你就爱创啥。艺术相关，哦。第二种呢，就是一种诶形容词。啊，形容词，咱每一工、每一个人拢会用着，哦，尤其是做事大人。哦，我举一个例啦，吼、哦。我有三个囡仔，两个查甫诶，啊一个查某囡仔。啊，伊每礼拜吼，伊、哦。拄啊好，上细汉的今年读大学，啊大汉的读研究所，啊迄个查某囡仔是伫实习啊，吼、哦，伫即个药厂伫实习。有一届吼、哦，因逐礼拜拢爱收费啊，大个我拢固定1500块，算讲安尼伊费用嘛该欠啊，我拢来讲，吼恁爱家己去理财。哦，理财这个观念，恁拢爱了解，啊，该买我买给因啦。过来，就是这个我迄个细汉，伊在讲野球，哦，打棒球啊，啊，所以讲运动量较大，啊，我有加收我给伊，我摕2000块给伊，啊，伊讲要搁交宿舍费，哦，所以讲搁加1000，啊，摕3000，按了4500，啊，我辛苦无养侪钱。存700块吼，摕迄个租金啊，吼、哦、我迄个女儿，啊我啊存700块尔，啊伊阵咧拢恁哥哥甲弟弟摕去啊，吼啊伊也无讲安怎，但是尾啊吼，我额头过来时，伊甲我讲一句讲，你哪嘛对两个较好，吼、哦、我听了，我实在吼，啊我讲好啦，我讲啊无后礼拜咱搁补你啦。啊，就出来就春节嘿啊！哦，刚好这三粒黄宝莲，完了树高拢准备打屁呢。啊，即嘛，伫过年，过年我去日本，啊，做伊那人，全部拢爱水啊。啊，我迄个吼，我那生做袂歹啊，我那会看见啦。啊，伊就啊，甲你挂个耳环，啊，耳环啊，我。唔好啦，伊讲唔压我咧，唔够那个歹看咧。我正去日本吼，伊迄个成田迄个机场，伊拢有迄个专柜吼，商店我去咧讲，我去遐看，有看到一对哈罗奇奇，也袂歹啊。结果伊开敢16000块的机票，我买遐物件买，我说。我买一挂巧克力啊，吼、哦，啊，
还是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，迄、那个牛奶糖啊，红豆的迄个牛奶糖啊，足好食。啊，迄是人寄的，啊，这是无，哎呀，无够钱，啊是讲啊，歹势搁甲同事借钱。我寄伊吼，我是哇，结果伫雨天啊，无伫春天啊。啊，我是哦，我来去找去找，结果吼、哦，迄是其实拢假问的啦。我甲问迄专柜小姐，啊，这挂咧好看无好看？伊讲来硬歹看。哎、欸，我著加问个，我话讲，这对好看无？我著甲买，结果买倒来吼，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四的下午，阮倒来个台湾，啊，礼拜五的晚上，吼、哦，阮早起就倒来，啊，倒来我甲伊藏伫个书柜吼，诶、哦、一个角落，啊，伊用块布啊盖。啊，到拜六我来的时阵，拜六暝，哦，啊，因为迄阵我的课是排伫礼拜，我拜六暝的时阵，我就即马九点啦吼，我传一个赖，予伊，我讲，妹妹，迄爸爸吼，去日本有解买一个物件倒来，啊，你看卖，吼、哦，放伫底，啊，你看卖吼，诶、哦，即马一片，嗯。看到讲爸爸啊，这几年我敢若袂记得啊，哦，啊你有喜欢无？啊好看无？哎，哎，即马佫甲我回转来讲，爸爸足好看，我足喜欢。你敢知我迄暝一睏就到天光啊？哈，哦，所以讲哦，有拄时啊，你若要讲要做甲会公平啊。见到春节都还无，比方就那边等吼，所以讲这就是建立的一种了吼，种新农村，咱每一工拢会用到吼，安尼有了解吼，这是来，安尼即马过来讲哦，就是这个五都的选举吼，这个嘛介重要吼，这就是讲咱今日伫初级班内底，咱要学到的，重要就是两项。两项恁来记起来。第一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；第二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。哦，这两点是足重要。啊，为什么？来，我甲你做一个解说吼、哦，就是讲高雄县市会当合并嘛吼，啊，甲台南县市、台中县市拢会当合并。为什么台北县市袂当合并？是人较侪吗？爱分做分官，吼、哦，唔是，是因为流亡政府是流亡来伫台湾的首都，台湾首都就是台北市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你如果哪个台北县会当合并，就叫做就地合法。你来当合并，才都拢会当合并，为什么？爱去设一个新北市，吼、哦，就是较早的这个台北县。如果那合并，安尼这个国际铁则就破功啊，吼、哦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吼、这个流亡政府的定义，吼、哦，咱大家来来了解一下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对家己的领土流亡到他国的领土，但是伊袂当伫他国的领土建立家己的主权，吼、哦，这个足重要。举一个例，吼、哦，法国伊被德国战败的时阵，伊流亡伫英国的首都，吼、哦，叫做 French London， 吼、哦。比利时马修港，吼、哦，流亡伫即个伦敦，吼、哦。韩国呢？韩国伫即个1904年的时阵，
因为讲到这吼，这个我甲恁解释较清楚，为什么我伫咧讲课的当中，伫学员伊有甲我问，哦，我伫高中的时阵又伫讲课又讲，啊，为什么韩国会当独立，台湾为什么会当独立？重点伫出伫这，韩国伊小港，这个伊的皇帝头一个。建立的主权是韩国皇帝建立的，台湾头一个建立的主权是日本天皇建立的，所以讲，伊韩国甲伫日本战败的时阵，伊韩国的皇帝，伊是放弃管辖治理权，就是主权权利，唔是领土的这个主权哦，哦，那个管辖治理权，啊，所以讲。伊放弃了后，本身韩国的皇帝，伊还阁有领土的主权，所以讲伊流亡伫中国的上海，吼、哦，叫做克里亚上海。啊，那中国呢？中国是流亡政府在台北，简称啦，吼、哦，咱来讲啦 ，Chinese Taipei， Chinese Taipei 啦，吼。啊，那伊正式的这个名称是。全世一直在跟我们引台北吼，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。这个，以我利用十分钟的时间吼，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吼，这对咱的本身啊，的这个生活习惯介重要吼。咱有伫饭前食水果。有吼、哦，安尼恁身体健康一定足好个，吼、哦。啊嘛袂讲足爱困，因为我两点起来到即阵也无拄久，啊恁结果坐伫遐话，拢安尼头壳歹过个歹过去，吼、哦。我就是逐工拢安尼食，但是我较爱食红果，所以讲我用红果吼、哦。啊，即点有是我伫冰冻。家己顾迄两副，三粒一斤吼，哎、哦，三粒一斤吼、哦，我遮嘛有相片吼，啊这啊这是芭乐，你无一定讲一定爱食苹果啊吼，香蕉嘛会使，葡萄嘛会使，你食你喜爱的一个水果，透早起来，你就是家己食300cc。还是较低的这温开水，食完了你就食这水果，食水果完了后一点钟，还是讲啊，我赶紧要上班，半点钟嘛无要紧，你才食你喜爱的早餐，哦，啊为什么才袂安尼食？因为咱人体，吼、哦，体内吼、哦、有这个自由基，自由基就是氧化物啦，歹的物件，吼、哦。啊！伊会破坏咱血管内壁的细胞，哦。啊，但是水果内面有含有植物酮类，啊，植物酮类伊是咧创啥？伊就是咧抗氧化，哦，就是抗这个氧化物。你若食这个，食安尼食，身体会足健康，啊嘛袂讲有啥物一寡毛病，因为高血压。就是因为你的水吃太少，不是茶哦，茶不是水，咖啡也不是水哦，是咱的白开水。哦，你像我，我一天上少拢吃这四公啊，哦，2000cc 以上，水不是茶，哦，啊，为什么？咱人体内。诶，这个血91.4%来自于水、水，哦，啊，所以讲水对咱非常的重要，吼、哦。你若安尼继续保养，咱的身体会更加足健康。但是暗时你唔好去夜市啊。食遐含钱的物件，
尽量暗时，咱伫七点之前，甲伊食好饱。啊，暗时免食伤饱，暗时咱食六分饱就会使。哦，啊，肉食较少，蔬菜食较侪，小块话紧，伊爱互咱个胃爱休困。如果你若拢伫长时间伫个夜市啊生活，啊，拢食到头十一二点，啊，回来，我甲你讲。到有一天，胃癌就会来找你了。哦，病因是为什么？全球将近70亿的人口，台湾那是少少2300万人尔。哦，在这个上下，哦，既然咱有三第一名，不是运动选手。迄个举重还是啥物，迄个羽毛球吼，喔，是癌症排第一名，糖尿病甲西药剂拢第一名，甲咱食食食有关系，喔，啊，咱就是以后咱当然咱就照安尼，对家保养，啊，佫足重要。你如果若是有食素的话来讲，哦，我就较无法度通啊，甲你讲加遐清楚。你若食车的啦吼，你透早起来，就是运作安尼食完，你要食饭的头第一个动作，你就是食肉。啊，肉毋是叫你要食足济，毋是。你若猪肉还是鸡肉，吼，你食两三片啊，补油，因为咱的卫生，有人讲胃食道逆流是卫生伤济，敢是安尼？唔是，是卫生无够，但胃食道逆流，啊，咱的胃，你敢知影是强酸？普通咱的养生的 pH 是差不多一样，咱是3.5，安尼有强无？你若胃食道逆流出来，迄足艰苦的，收着拢足艰苦。啊，就是因为你的胃酸无够，所以讲你爱食肉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肉有蛋白质刺激胃酸，就是讲让胃酸加较济，刺激你的胃酸。你若胃酸愈侪，是毋是咱食落诶物件，吼，水果也好啦，吼，还是饭啦，还是蔬菜，是毋是会消化？啊，你若无消化，吼，就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有拄时啊放屁出来，吼，你屁够臭，臭死人，有即个现象。迄毋是讲消化好，迄是消化无好，产生伫咱诶肠仔内底发酵，吼，啊，你若消化有正常，诶，迄放出来屁嘛，小可臭香的，对不对？诶，这个解释就是正确的一个逻辑，吼，哦。啊，伫遮大家个吼，到分享吼。来，啊，这个是这个1951年吼，9月8号，吼，哦，这是签约日啦，吼，哦。啊，1952年4月28号晚上的11:30。哦，生肖哦，签约日甲生肖日哦，有无共？啊，即天叫做终战哦，就是讲结束战争。来，即马即个哦，伫5月27号上届行的，就是即个 G7。到底 G7 是啥物事？有人拢毋捌听过哦，伊到底？是伫决策啥物话，是伫计划啥物话，吼，还是伫决定啥物话，吼，哦？七大工业国领袖会议，吼，哦，美英日加德意法，就是伫七个国家，等于联合国的缩小版。即七个国家决定的代志，计划联合国伊一定爱实施。哦，咱记一个咧吼，像去年中国恐怖的事件是毋是足严重？
但是今年无听到，对不对？伫阮屏东吼，屏东市猪啊足济，猪啊你敢知？猪啊，吼，猪啦吼，中国足爱食个猪，嘿，啊，迄猪卵吼，一粒，旧年一粒拢六七块，迄算足好价啊。啊，为啥呢？伊中国吼，伊拢爱买几瓶，啊，即嘛补充吼。伊头饲一年，会当收成啊！啊，为啥物伊才饲一年，才遐紧？因为若正常，伊爱饲两年。啊，因为伊即个寒天吼，伊拢遐烧水，遐几啊千家诶，啊你遐烧水吼，敢有遐侪茶？无，用啥？煤炭，啊甚至废轮胎。废轮胎行下，是毋是烧拢带好先？对不对？造成空污。伫去年诶，联合诶即个高峰会议吼，就开会决定即个空污一定要改善，就是即七个国家决定诶。所以讲联合国伊一定要实施。今年有无空污无啊嘛？哦，是他们在决定。哦，所以说台湾民政府要上国际舞台，这是今天近十年来，咱这个先办秘书长，因非常的辛苦，这是拢大家的功劳，所以说变到今日啊，G7，加一点是国际认证，咱的成功就是到这步啊。第四个配区内底吼，八十二页，吼，遮就写台湾尼尔港啊，就是台湾人的政府。为什么伊在咧用台湾人的政府？台湾在用阿和西，吼，这都是咱秘书长，吼。伫这个 G7 的这个专刊内底有一百页。哦，咱是伫八十二页诶，即个配序。哦，我足欣赏遮咱夫人哦，足偏心诶。拄啊，遮个少年仔拢伫进内底。你敢知影？即本诶专刊啊，我拢甲因讲，你有伫进内底诶吼，实在讲诶，你即世人即有钱无地位啊。伊专刊是一年出一届。未来啦吼，那因遮个子孙讲阿公阿嬷吼，阮即阵过了足好个。那迄阵吼，你会大声甲讲，恁祖妈就是真来在咧拍拼，吼。所以讲，即本啊是真正无价之宝，吼。啊，当然爱年轻化嘛，咱拢已经伫行五路啊。哦，啊，即因拢较少咧，啊，所以讲希望恁较少咧呢，哦，介绍年轻的比较有活力，哦，啊，然后诶，可能有春秀化，啊，较有时间，哦，啊，大家到拍拼，哦，来，搁一个台湾人诶政府，哦，台湾西部搞落来，台湾民政府要上国际舞台。世卫、世界卫生组织啦，哈，诶，这个大会哈，以一中的原则，零作业已证实，一五为一五嘛，哈，啊，咱这个 G7 哈，就是2627哈，卫福部长零作业哈，就是五为一五，伫 WHA 有发表哈演说，以中华台北。全是台北哈自称，而不是使用台湾。咱伫某这个电视嘛看到，啊明明都伫这个草稿内底，遐里为咧咨询，亚那都写着台湾，是亚那太虚，还有一个用中华台北，是为虾米？即嘛，
已经是双证双证物哦。ROC 这边哦，就是伫这个中华台北，但是咱本土台湾人台湾民政府这边，就是台湾人的政府哦，要上国际舞台哦。所以讲，你若想啊吼，简单啊，甲想就好。洪叔叔的案，伫2月28，伊伫迄个时阵奈奈插起来，是啥物？为啥伊伫咱伫即个祭祀完了后，那浮上台面？有关系，因为台湾民政府已经被国际认证。咱的新闻证，哦，台湾政府新闻证是伫联合国会当入面。联合国的这个服务人员是拒绝 ROC 迄本的护照甲新闻证，哦，是袂当入面。安尼你就了解，有的人唔知讲，啊，我嘛要去联合国啊，我要去遐创啥？其实吼，伊毋知影内底的内容。只要咱联合国无甲你承认，伊内底有安理会理事国，只要这个国家若无甲你承认，歹势，你著要入去对国家，你著袂当入去。吼，迄是安理会理事国，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，足简单。为什么肯尼亚的事件直接拢甲送去？中国，哦，台湾人伫肯尼亚，哦，来犯罪来是好，哦，应该你爱送倒来伫台湾那地方，为什么他会送过中国？因为伊迄个护照内底的晶片是写啥物货？哦，恁大概想一下就好，哈、哦。来，搁这个吼，这个要搁较重要。台湾未当独立的原因，拢总伫遮，吼、哦。主权定义就是权力、甲名义、甲主张、甲义务，吼、哦。虽然遮写遮个字，但是意义是非常非常的，吼、哦，无同。啊，你爱详细听，即、這个我甲你解释两解，吼、哦。所以主权定义一个主导权。沙漠丁炮，这就是主权者，就是这个土地哦，这个岛区啦，就是这个建立者，迄个人叫做主权者哦。啊，那完整的主权叫做权利主权加领土的主权，以这个翻译出来拢总相共，只是讲伊个名称有小可无共，但是主拢相共哈。哦啊，嘛会当讲做主权权利甲主权的义务，哦，定义就是管辖治理权啦、啊，管辖权甲领土的所有权，哦 ，right 甲 title 甲 claim 就是这个 claim， 哦，加 obligation， 哦，定义权利甲名义甲主张甲义务。来，我先解释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，哦 ，A B。药品为人说是 all right， 太多 claim， 这个我用红的这个 claim， 这是主张 to Formosa 哦，啊，包括 Taiwan， 就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权利、名义、甲主张，这个叫做宣誓权。宣誓权上面是宣誓权，上面叫做权利，上叫做名义，哦，权利。就是这个政府有权力，有权力。名义就是讲，我伫政府赋予你一个名义，就是讲，哦，即卖这个行政院长，哦，林权，哦，就是这个政府，就是总统，任赋予你这个名义，哈、哦。过来就是主张，这个主张就是讲，这个联邦，你会能去办？
别个国家的飞机，你袂当把我飞过。还是这个海域，哦，你袂当准只，袂当飞过。你若飞过，我就甲你拍落。还是讲你飞机飞过，我就甲你拍落。这就是这个主张，哦，这个宣誓权，啊、哦。来，过来，我阁讲一解吼、哦。这个主权就是等于。权力、甲名利、甲主张、甲义务，这个义务就是日本天皇的义务，吼、哦，有义务这个领土主权。所以就是讲，主权，吼、哦，等于就是主导权，吼、哦，三面炮，就是日本天皇头一个比较建立这个主权的人，吼、哦，就是他是主权者，完整的主权就是。权力的主权甲领土的主权，等于主权权力甲主权的义务。这个义务就是日本天皇，等于是领土的主权吼。啊，嘛会当讲管辖权甲领土的所有权。为什么这个韩国？因为伊会当独立，就是因为咱拄仔有讲过。这个韩国的皇帝，伊头一个在韩国内底，伊是皇帝头一个建立伊的主权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伊伫日本战败时，伊是将管辖治理权来交日本天皇。哦，所以讲，伊韩国的这个皇帝，伊还佫有这个义务，哈、哦。还有这个义务，就是领土主权这个义务。所以讲，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天皇战败了后，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 A， 伊就将韩国的管辖治理权来献予韩国的这个皇帝。所以讲，韩国伊有完整的主权，就是管理主权。哦，伊放弃这个已经倒转来，本身伊就皇帝就领土主权啊，对不对？安尼叫做完整的主权，伊就会当独立。但是台湾都是为什么袂当独立？李登辉先生做13年，包括阿扁啊，做做第二年，拢连续21年。台湾会当独立过，唔是两三年呢，是21年，安尼无法度通独立。原因就出伫地，出伫遮。主权的权利甲主权的义务，咱这块土地放弃的，就是放弃这个管辖治理权。